보내요. 그럼 그날 만나요. 대만에 가게 돼서 너무너무 행복해요. 준비 정말 많이 했으니까 많이 많이 보러 와주세요. 12월 23일 오후 10시 ATT 디스페이스 타이페이에서 저랑 같이 크리스마스 보내요. 그럼 그날 만나요. 泡汤，他是在游泳池旁边拍下这张照片，他正在泡汤啊，他拍出这张呢前凸后翘的这个身材比例，然后呢PO在他的 IG 上面，马上呢被各大的国际媒体报道，被称为呢不科学的这个身材比例啊，而且你看，他咬下唇啊，这个是最厉害的一个部分，他咬下唇，而且咬得并不尴尬。 哎呀！而且呢，他还是一位 DJ 啊，他是有才艺的，而且他在 IG 上面有80万人追踪，百万人啊，整整比陈汉典多了89万。各位，我们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这位了。哎呀，立刚，我看你快中风了，应该是差不多。还有吗？蓝心蕾。 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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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
拜天就是只有你在那边，这是谁帮你拍的？对对对，啊，这是我家人帮我拍的。家人，对，这是家人一起去泡温泉，然后这是一个那种家庭式的温泉旅馆。哦，家人帮你拍，你可以咬下唇吗？跟家人你穿成这样，而且还给我咬下唇，是是是，咬像妈妈帮你拍一样。对，这个不科学的比例，那个脚又很长，又把它延展出来，完全是前凸后翘。哦，啊，这能了解一下三维比例吗？34 1 2 4 3 4 A B C D E E， 但是刚有一个 F G 的呢，哦，那会不会太夸张了？鞠姐，鞠姐 ，Oh my god， 双刀鞠姐，哦，啊，你这样子突然间哦，就在网络上爆红了，啊，我这个粉丝变很多很多啊。对，就有增长，就是一夜，就是经过那个国际的报道，然后就有增长。国际是哪一个国际？新加坡。哦，新加啊，你本身新加坡人？新马。新马。对，我国籍是马来西亚，但是我在新加坡生活。哦，马来西亚，听你的口音应该是吉隆坡人。是柔佛 JB。答错了，拜拜。答错，请离场，恭喜淘汰。是那个九号八路，对，九号八路，你很能对对对对对，九号八路，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，所以那身材才会 jumbo， 九号八路，叫 jumbo， 但是也会有酸民哦，对不对？人家也会讲你怎么好听，因为就是大家会觉得很像有潜规则，然后才拿到，就是因为我演出 DJ 嘛，然后到世界各国去演出，对，然后对，我是 DJ， 刚刚有讲啦，对，等等会表演一段。
哦，待会能表演。对，他这个粉丝竟然送你使用过的 sakura 樱花，使用过的樱花。哦，没有啦，sakura 啊，使用过的清酒，不是 sake， 哦，那是 sake。真的吗？就是我今年大学的时候，在今年的时候，然后他就有一个很大束的花来到我的大学学校那边，然后因为我学校是有那广场在外面，然后他就把类似使用过的保险套，就是套在那个花上面。那我们就看一下 DJ 秀好了。终于